你知道后边今天的玩家们有多牛吗？一个射击类游戏竟然玩成恐怖的了。看完这些视频我人都傻了。首先是第一个，看完之后我怎么感觉我背后好像也有人呢？得，这两天我还是换个地图玩吧。好了，下一个。咱就是说，这是老六惊魂夜吗？以前我就怕老六，现在倒好，看完你这个恐怖片，我更怕了。好了，下一个。好家伙，看完我都不敢上线了，生怕海岛上有脏东西啊。不过咱还挺有才，一个好好的射击游戏硬是整成恐怖的了。一个字，绝。